这是你的借口，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。焦桂英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出去？嗯。可是我服刑还没有到六个月。你运气好，遇到皇上大赦天下。啊！我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，我可以去找相公了。嗯。给我带回飘红院。是，走。不要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不要抓我回去啊！因为这只春是净化天下无双燕，独占人间第一春。桂英姑娘说得好，你就是第一春。我丁宝珠要就要第一的，要就要最好的，否则我宁可什么都不要，大不了出家当和尚去。哎，你这呆子，我有什么特别好的？不也就两只眼睛一张嘴巴吗？春香，我喜欢你，因为你不是一般的庸脂俗粉。我脸上的水粉厚的都快裂开了，我都还不敢大哭大笑呢。不是庸脂俗粉是什么？是风尘侠女。春香，我丁宝珠13岁就混迹世界，我看多了人生百态。我深深了解女人，因为比男人柔弱，不能不自私的自我保护，所以女人常常缺乏义气。义气？嗯。我打从心眼里就佩服你对桂英那种义气，那种无私的奉献，无条件的关怀，使我相信你才是最懂爱的真意。我期待有一天也能得到这份真爱，只可惜我太懦弱，我太不忠勇了。不，你一点都不懦弱，你难道不明白
你在我心里头是无人能比的勇者。表面上我对你吆来喝去，事实上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事都做不来的。保护桂英姐也好，帮助王仲平也罢，我全仰仗的是你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跟着你，不计一切代价和手段。这就生做丁家人，死做丁家鬼。春香，你说话的口气令我好不安啊！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啊！难道你还有什么绝处逢生的办法吗？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我不要回去！是桂英姐的声音啊！啊！放手啊！不要啰嗦！走！放开我！走啊！你们不能这么做！你们不能这么做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桂英姐是怎么离开监牢的？啊，对了，哎，我听说皇上为了太后的病啊，曾经为太后积德发愿，哎，可能是太后现在痊愈了，所以皇上因此大赦天下。哎呀，可是桂英姐被抓回妓院，还不如待在牢里呢。哎，快过去看看吧。我已经嫁为人妇了，你们不能变梁为娼。哼，你不说这话，老娘我还不上火。就算是梁家女儿，也得找个有头有脸的男人，大红花轿，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你跟王奎算什么？不过是私下苟合的野鸳鸯。不，我们有门有聘，还拜过天地，是真正的夫妻。哟，那你们媒人是谁呀？你叫他出来跟我谈谈呢。他没有媒人。那聘礼呢？寻常人家父母嫁女儿，还能得到一份聘礼呢？妈妈，我啊不敢指望得到你的聘礼，我看一看总可以吧？不行，没有。那也就是说。你让那个穷酸书生白白给吃了，嘿，你还三针九裂的，怪老娘我逼良为娼啊！妈妈，我跟相公真心相爱，绝非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妈妈的栽培之恩，我放在心里面，将来我一定会设法报答您。我呸！残花败柳之身，你拿什么报答我啊？你弹琵琶？飘红院早就不需要你弹琵琶了。碧月啊，碧月，请喊碧月姑娘，我已经不是那个让你吆来喝去的小丫鬟了。桂英姐，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人生得意不如失意久啊。你知道就好。妈妈，你不要他弹琵琶，要他干什么？就算养条狗，起码也会开门吧。哎，桂英啊，你坐着，来坐着。你只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可以既往不咎啊，一样给你吃好穿好的。哎。虽然呢，你已非完璧之身，可凭你这绝代姿色，怕不恩客盈门，领尽风骚啊！你还是一等一的大红牌哦。哟哟，怎么呢？你少给我装那一副玉洁冰清的样子啊！王奎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不同，你能接第一个，就能接第二个。不，他是我的相公。自然跟别的男人不同啊，他只怕是他看你和别的妓女没什么不同吧。碧玉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王奎如果对你真的有情有义的话，
就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为他坐牢受罪，一去不回呀。哎呀，桂英啊，妈妈，我看多了这种甜言蜜语的负心汉、臭男人，你不要再傻等下去了，白白浪费了你的青春，与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不，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绝不会答应你们做任何对不起相公的事情。焦桂英，老娘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，我好话跟你说尽，你不领情，我就不相信你的骨头能比你嘴巴还硬。来人，妈妈，你有话好说吗？真要把他给逼急了，要是他寻了短见，那你可就血本无归喽。哼，他不等到王奎回来，怎么会甘心寻死呢？碧玉，你不要在这幸灾乐祸、落井下石。别以为眼下妈妈疼你，你就不可一世。我就是不可一世，你想怎么样？真要把我给逼急了，我什么都敢。春香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点。我知道你想替桂英出头，可这件事由不得你插手。妈妈，您是知道的，桂英姐素来是跟我最要好的，您何不让我慢慢劝她点头呢？眼下这么硬碰硬的，只会落得两败俱伤。老娘倒不觉得受什么伤害。哎，您现在硬逼着她接客，她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要是得罪了客人，那您可就得不偿失喽。要他不得罪客人呢，得先磨掉他那秦淮花魁的傲气和锐气，自然呢就会低声下气的伺候客人了。你说该怎么办？不如先让他进磨坊受点苦，如果他挨不住的话，就会像我一样乖乖的孝顺妈妈了。好主意。焦桂英，我告诉你，做了妓女就只讲交易，别讲恩义。老娘耗在你身上的钱要是收不回来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是佛门禁地，我们不要太吵了。嗯。嗯。这种无拘无束、快乐逍遥的日子，真是太难得了。没有红露那个愣书生在身边呢，我真是自在多了呢。嗯。可是，我们住到这里，王公子都不陪我们玩耶。他要考试嘛，我也希望他能够趁这段时间好好念书，金榜高中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他为什么显得那么忧郁呢？他连叹气、皱眉的样子都好英俊。桂英，焦桂英，厨房每天要用掉三桶豆浆、四桶米浆。你得每晚给我磨出来，否则就不准你吃饭。春香，春香，你还是快回房休息。哎呀，休息什么啊？两个人一起磨可快多了。这磨这些米麦啊、豆子的，我可是高手哦。小时候我们家里开糕饼店，我继父可从来没有让我闲着过。春香，
你吃的苦也太多了，快苦出头了吧？过两天，鲁彪就要赎出去了。那柱儿呢？柱儿怎么办？ 丁宝柱，你与我来这儿有何贵干？我们的君子之争还没结束呢。哼，你结束了，全身的家当，还拿什么跟我争呢？拿命！我要的真的不多，只盼望能够一生。 你已经输了全身的家当，还拿什么跟我争啊？拿命！你想跟我决一死战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已经稳操胜算了，根本不用冒这个险。走，慢着！你要是不能够叫我死心，最好要了我的命，要不然就算你赎走了春香，我也会一辈子纠缠你到底的。哈哈哈，你真是无赖！ 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我要再和你赌一局。十赌九输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赌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很好，不过我们把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那我就立刻削发为僧，遁入空门。很好，要是我输了。 我立刻放弃给春香赎身，而且我要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碰春香。行，一言为定。赌什么？走。 赌我敢不敢从这儿跳下去？你疯了？这是万丈深渊呢！哼！呀！ 保住！你找死啊！快上来！鲁彪，你服不服输啊？小子，你真带着！要是我不拉你，你就在赢了也要摔死。此恩才是大输家。万一我没摔死，我不就赢了吗？我说过，我这一生从不赌。 从不冒险，可是为了春香，我不但赌了，而且我甘冒生命的危险呢。我每趟走镖都是冒生命危险，可是叫我为了一个女人跳下万丈深渊，我承认我没有这份勇气。恭喜你，你和春香又重燃希望了。我想请你喝杯酒，顺便要还你一样东西。 还有什么东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雕的还真像春香，我几乎舍不得还给你。为了要自己死心决念，还是把它物归原主吧。谢谢你啊！哎，不必谢我，要谢的应该是你的真情感动了我。一个能用生命去爱人的人是值得尊敬的，我鲁彪啊，算是服了你了。 小兄弟，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成不成？和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。鲁大哥，我敬你，来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来，喝，干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从今以后我们话题为友，就是好兄弟了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谢谢。来，干了。春香，恭喜你了。 鲁彪他放弃替你赎身，你跟柱儿又可以在一起了。他把家当全输光了，我跟他在一起喝西北风啊。你啊，只是嘴巴上刻薄，瞧你眼里面尽是笑意呢。嗯，能够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喝西北风也甜蜜啊。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就能把浓情蜜意磨得一干二净。我们现在就学会过贫贱的日子，到时候就不怕磨了。到时候啊，反而可以过得安贫乐道，知足惜福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么说来，你在这儿受折磨，倒是给你学着怎么过好日子的大好机会啊。嗯，对啊。哎，这种好机会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占尽呢？春香啊，你倒挺有力气的，帮着桂英在这推石磨。哎，那可以给老娘多接接客人，赚点利息钱喽。什么利息钱呢？哎，要不是柱儿从中作梗，阻止鲁彪替你赎身，现在老娘已经在数大把大把的银子了。所以呢，在柱儿还没有筹到500两替你赎身之前，我要你多多接客，来补偿我这些日子损失的利息钱。哼，好，我去接客，去替你多积几副棺材本，好叫你拼夫啊全给你陪葬。哼，哎，哎，看什么看？磨，你快磨啊！哼，像是个秦淮花魁吗？真是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决定跟相公长相厮守，至今没有半点悔意。如果人生还可以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我不相信，你只是嘴硬罢了。放着享尽荣宠的秦淮花魁不错，你会甘心在魔方当个贱婢？面对着满堂登徒之流的虚情假意，当初的秦淮花魁的日子过得十分的空虚。所谓花无千日红，一旦青春流逝了，那真是前途茫茫，不知所措。我有相公给我的一颗真心相许，我心里面觉得十分的满足，再多的苦我也心甘情愿。哦，是吗？再多的苦你也心甘情愿。你心甘情愿是吧？你，我就叫你好好的心甘情愿。哎，你啊，我就不相信。等你受尽千辛万苦，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时候，王奎回来还会对你一片真心。我跟相公既然是真心相许的话，就不会在乎外貌的美丑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相公，不哭，真的一点也不哭。我要的真的不多，只盼望能够安总公子，请。安总管，到底是什么人向你通报芷婉儿小姐住在临安客栈？是一名小乞丐啊。
那名小乞丐他说是一位洪公子要他向我通报的。我没有找小乞丐向你通报，洪忠洪义也没有。到底是谁向你通报的？那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客栈？当时我就在房间里面，眼巴巴的看你被打发走。那个打发我走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他是婉儿小姐在路上救的一名书生，名字叫王奎。王奎？王奎他长得什么样？相爷。嗯。龙儿，画得像吗？已经有八分的相似，不过他本人比画像更俊秀。哼，小白脸，不会有什么好心眼的。哎，龙儿，你怎么能放心让婉儿跟他在一起呢？师伯，我看他并不像个坏人，而且他答应我会劝他回来的。再说小姐不让我跟着他，我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。哎呀，龙儿，你怎么那么老实？你将来会吃大亏的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我马上找小姐回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必了，你也降不了婉儿。这样吧，这一阵子好好给我待在房间里用功读书，不用操心这个事儿了。这件事我叫崔安去办去啊。姑娘，请问看我这个人，水果很新鲜啊，这葡萄也不坏。哎，两样你都可以买，你买回去嘛。你们几个啊，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？没看过。我看看，你们看过没有？没见过。没有啊，没看过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我问问啊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有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看过。没有，没有啊。工都不肯陪人家玩，好无聊。是你自己说过要让他用功读书的吗？嗯，小林子，我们逗逗他。怎么逗？小姐，这样够不够啊？再加一点，再多加点，闲得让他胡说八道，闲得让他眼睛鼻子皱在一起，那才可爱。好，多加一点。对对对，进来。王公子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不是盐巴吗？
真的好邪啊，他怎么会吞得下去啊？我尝尝。哎，不，小姐，我想一定是他有什么病突然死了，就算是饭菜有毒也是我下的手啊，都不干你的事。小姐，你犯不着冒险来尝这些菜啊。不，小林子，在饭菜下料是我出的主意，他如果真是因此而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哎，小姐，我会帮你脱罪的。我不是畏罪，我是要陪王公子一起死。小姐，你真的吞下去啊？好咸哦！王公子一定是吃了太多盐巴给咸死的。王公子，王公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逗逗你嘛。王公子，我只是想逗逗你们而已啊！你好坏，你好坏！住手！男女授受不亲。小姐，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本分，若要再私闹下去，请恕在下不奉陪了。等在下念完这一章节，再陪小姐游湖去吧。好啊好啊，我不再吵你了。哎，我给您商量，你赶快念书。真是一物降一物。王公子，我们到对面去逛逛。你跟小林子慢慢逛吧，我到前面找个地方坐一下。嗯，那你先找个凉亭坐坐。桂英，等我一下吧。走。王公子，吃糖葫芦。王公子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却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过关于你的事情。在下只是一介穷书生，乏善可陈。不，我看得出来你有满腹的心事，否则怎么会时常显得这么忧郁？王公子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朋友啊？当然是朋友。朋友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别以为我只会嘻嘻哈哈的，我也可以帮你分担你的忧愁啊。你到底有什么委屈，你就说出来嘛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比如说，你住在濠州哪儿啊？父母还健在吗？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或者。你成亲了没有？我只能够告诉你，在下是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。为什么你会一无所有呢？不要再问了。
你没有好处，事不堪回首。我只想好好的把握现在，就让我们好好的做朋友。一切从现在开始，好吗？可是，你是不是不能信赖我的为人，所以必须要追问我的过往？不是，人家只是关心你嘛，好吗？人家不再追问你就是了。那就让我们继续做朋友。慢慢，我会告诉你。嗯。还是回去吧，不要再逃了。不，我不要回去那大牢笼。走，你先扶我去躲一躲。奇怪，人怎么不见了？被他们拖入这山林之中，就更难找了。会不会藏起来？附近找找看。是。小心点，呕吐。快下雨了。小心啊。你这么痛，看来伤得不轻，让我看看吧。小姐，在下已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是眼下无法送你就医，如果不及早推拿，恐怕日后伤势恶化肿胀，那时会有常年风湿之余呀。啊，好吧，那就长痛不如短痛，反正。小姐，请放心，就当作是大夫替病人治病。小姐还是玉洁冰清，将来还可以跟洪公子缔结美满姻缘。哼，我才不管洪洛怎么想呢。
那你就放心替我推拿吧。小姐，你要忍一忍呢，会有点痛哦。啊！好痛哦！小姐，这一点痛你都忍受不了，日后有的你受了。孤山去寻，老夫认为他们必定会在破庙山洞里躲雨，去到这些个地方去找。快！是。小姐，荒郊野地，一切因陋就简，你就凑合着在这里过一个晚上，明天一大早在下就送小姐回相府去。不要，我不要回相府，我要是回去了，我爹一定会把我关起来，那到时候我就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小姐，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有再见面的机会。所以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有心，哪怕是侯门深似海，一样可以入海求珠。哪怕是宦府高似天，一样可以登天攀月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真是一名不弃暗示的谦谦君子。小姐，来。大胆，竟敢轻薄相府千金，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你怎么也跟红洛一样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乱冤枉好人？小姐，在下之意也是要送小姐回相府，不如你就跟他们回去，免得再生误会。好吧，要我回去可以，以后你们不准对王公子无礼，否则要是被我知道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是，小姐，小姐，请吧。我走不动，你看不到啊。快扶小姐。是。暂时还不必要王魁的命。第一，因为太多人知道相府曾经找他；第二，以老夫推测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穷书生，不足为惧。可是小姐似乎对他十分的有好感，天天吵着出去，小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婉儿爱怎么吵就让他吵去，吵累了他就不吵了嘛。真是。师伯，哎，师伯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嘿，洛儿，你现在带300两银票，到灵隐寺去，去警告王魁，你就告诉他，你是婉儿的未婚夫，让他死了这条心啊。请进。王公子，啊，洪公子，请坐，请坐。
洪公子亲驾莅临，有何贵干？啊，王公子，我知道你是一名君子，而且我希望我们是朋友。我们当然是朋友了。洪公子是不是怪罪于我没有把崔小姐照顾好，因此让她扭伤脚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大夫跟我说过，幸好有人及时替她推拿，所以病才好得那么快。那么洪公子是不是以为此举有损崔小姐名节，特来向我兴师问罪啊？哦，王公子你别误会，婉儿跟我说过，王公子是谦谦君子，我是很感激你。这次来我是以婉儿未婚夫的身份来感激你，王公子。这算是什么？这是太有之道吗？我说过我是特别来感谢你的。朋友要待之以诚而不是诱之以利。洪公子，我看你也是知书达理，通晓经义之人，你这么做难道不觉得有辱王某的人格吗？王公子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你的心思我很清楚，我王某是明白人。那你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。我不管崔小姐对你说了什么，那是她自己的想法，我无权干涉。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我，可是既然崔小姐是你的未婚妻，那么我劝告你一声，该多花点心思让她喜欢你，而不是想着怎么样去逼退你的对手。多谢你的忠言，我会谨记在心的。你走吧，我不送客了。这些钱我收下了。手，自己又不停回头瞧。